First.哎，我都想退了，我说实话。 在追我。 还有惩戒。 走啊，等死吗？
不是，我去反他野怪，你考不你没你这个不反也肯定是不反的呀。我感觉我都多余解释。他们家这个中上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可能没看见，他们这个中上不是在线上，他们这个中上是已经回过家有一个有个几秒钟时间了，意思就是他们去帮这个莉莉亚看是不需要浪费时间的，顺路可以帮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后续他可能会反我的野的，因为这个阿克上可能会反我的下半区的。这个有点，这个说实话有点多余解释的。哎呀，他这不就是反不了啊。那个剑姬我就问你打不打得过，打不过就行了，你除非是你觉得我能打得过剑姬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还要讨论的呀。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。不管那也得是看有没有机会的，这种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去的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可能会那样去做的。所以我说这个我都多余解释，因为不可能会有那种做法，那种做法没有任何的意义，除了亏。那样做可能是不对的，为什么那样做？你要去赌一个东西，最起码说对面也可能会亏东西，那我去反他野怪，对面这剑姬都不会亏东西，他顺路过来的，所以这就成了必然了。因为用惩戒的目的是为了省时间，但是我刚才那样做并不会省到时间。我就算惩戒了以后要等我野怪刷新。
打剑姬也不知道出个小反角，走回家吧。 我操！不会吧？感觉我死了呀！ 有踢吗？ 踢一下。
secret has been destroyed. Shut down. 也行吧，我那个破绽刷他妈前面去了，感觉他有天马特能给我反杀。 都去管他大龙没了，这四一分带完全打不了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巴克上带下，那不是被一波了吗？ 他这么点来都能放出来 W 的，以为他没蓝的。 接下来更多了。
要偷家了，好像。 哇，就这给我杀了吗？ 这个他妈石头人是怎么过来的呀？<笑> 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